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哈。那中秋佳节快到了，那预祝各位中秋佳节愉快，阖家团圆。好，那今天是9月21号哦，礼拜五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呢，开低以后走高，中场涨141点，量是1555亿。好 ，OK。当初在郭先生都事先跟各位讲的哈，这个高点我有跟各位讲过，事先算的。那这个低点10667，我也事先算给各位。然后在这里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跟各位讲10988回来？在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跟各位讲？有哈。今天收盘已经在10972了。那我跟各位讲哈，我在我的三观价先修班，在10667，我就已经跟来我会场人讲了，1186会过了。怎么算的？我老早就算好了，只是你不是我会员，我不会跟你讲。但是我善尽告知的义务，1186的高点我事先算给各位，然后下来10667的一个所谓的低点给各位，对不对？那10667拉升上来，这里拉升上来，我有没有跟各位讲10986，10865会第一波会先来压回10750，然后上来会来到10988。你有没有在注意看我电视节目啊？我节目是很多人很用心看的哈。好 ，OK， 那好，我现在跟各位讲，我每天会给各位。好，用我自己的know how， 我1000多档会选出来，大概10几档左右。那我每天会给各位3档在低档出量的股票，我每天会介绍。好，那低档出量股票，它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所谓操作法，它是在相对低档，主力做手、法人、高手都是这么买。那什么时候要动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但是起码它是一个安全位置。那给各位的，因为各位不是我会员啊，我会不会买我也不会跟你讲。那上来我什么时候要卖，我也没办法跟各位讲。但是呢，你注意看，我在选给各位的股票一定是在低档股票。那昨天我是不是跟各位讲，选给各位低档数量股是不是有齐力新？有哈，昨天跟各位讲的哈，你翻阅昨天给各位3档嘛，亚德克再继续涨停，起基哦，今天小涨哦，昨天还有加码一档哦，不是加码，就是我再多提档聚基，但这一档今天没有涨。好，那今天就要注意看哦。哦，今天收完盘以后，那为什么有低档出量股票？那在我的赖族群里面，好，你参加赖族群，我大概都会给各位大概在15档左右。那我每天会给各位隔日啊三观价、双观价趋势转折。啊，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很多人知道那很重要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先来谈谈哈，来，你注意看哦，来，我不是事后讲的，你可以翻阅前面哦。这高点从这里都没看到，我算到这里的高点，这里的低点，这里的高点，这里的低点，那在这里就跟各位讲10988会来，我算一次给各位看哈。来看电脑，我不看引导啦。你看，你要学的是这种特殊技术分析。我没看到后面，11145，这里10606，我就知道会到11145。事先讲的，我不是现在，我只是现在再重复提醒一次。因为您看电视都不得看，不得看真谛。然后我会算到这个高点，不是用这个单一技术哈，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哈。我现在在教的只是其中一个，我当然会算高点低点很多方式。好 ，OK， 那下来的时候，我没有跟各位讲多少10667，对不对？算到这11186了嘛？那一。欸，我在说你来听有没有10667668。好，
从这一段我事先算出这里啊，真的来到这里，那我算一下我就知道这边是低点。好，我再把它放大。那来到10667这边，我有没有跟各位讲？我又没看到哦。你要学是这种技术分析，这个是我幼幼班程度的哈。那我是不是跟各位讲，第一波先会来10865，这边是不是来到10882？对不对？这里我说跟各位讲，第一波会这样，这里的空底，然后会压回来，压回来以后，我还跟各位讲，好，先会到这里。那碰这里会先压回来，压回来以后会到10988987，等于说我在10667就跟你讲，10865 TGL 铁道，然后10988一定会来，会差距一点哈，还记得吗？然后呢，真的第一波到10685，这上礼拜五的时候，那我是不是跟哥讲会压回多少？10750，一点都不差哦。10749点啊，都会差距一两点呢、啊，因为小数点的问题。这边是不是10750？对不对？这里这一段，我就跟哥讲会先到这里，结果到这里，对不对？那压回会到这里，然后它上去会来看到这个点。那眼尖的投资朋友，直接跟各位讲啦，10667668，我就知道过高会来到11308了。我讲完了，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哈，之前高点低点高点低点高点低点，好，这一波上去的波段高点已经告诉你了。行进过程里面，我现在已经我在10606就知道会在这边了。那当然呢，行进过程我调整一下，我就知道是不是他了。听得懂的请举手，想学的请举手。好，那来我先跟各位讲，10667，小弟在下不才，我就已经知道会涨到这里的同时，我已经知道会跌到哪里的啦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1186我就知道会跌到10606的同时，我也知道会涨到11186，然后会回跌到10667的同时，我就知道会涨到第一波会涨到10865，会压回10750，那再弹升10988，再压回以后再上来会到11308。讲完了，从这一段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在这一段就知道高低高低高，这里一下再上来，然后再下去，这叫功夫技术。好，那短线上下礼拜怎么做？啊，下礼拜二，潘水，下礼拜一开盘刚我一个人呢，好，大家都休息啦，中秋节，9月21号讲9月25号。我怕各位做错，就比如讲，很多人看我电视节目在赚钱，来，要看我表演吗？这里都没看到，我只有从这一段，我就知道高点低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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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高点，听得懂的请举手。这完全都没看到，我就可以算出来了。请各位注意，我不是用单一技术，这波段的。那短线上，来，你如果是做短线，当然是当天就 close 了，那你就不在意当天的多空，你只要是抓住它的点位就好。9月21号讲9月25号，了解吗？9月21号讲9月25号，这一些都是我在教投资朋友的，好，所以我都跟哥哥讲哈，郭宪正的技术分析，哈，我教你都特殊技术分析，快速上手，哈，那精准又明确，立马变高手。
股市在手，预算技术一定要有。我加权的部分都跟各位讲得一清二楚。那我把技术线型转化为数字，清晰懂功夫深。短线上每天预告给各位。如果你觉得郭宪政的电视节目不错，麻烦你跟所有周遭的人、亲朋好友介绍他们来看。起码我预告给各位的加权波段的跟短线上的有没有看头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看一下你在看一些投顾分析的，你火车鬼在分比啊，不好啦。火车鬼在分比啊，木已成舟都已经知道，跟你讲有什么用？10667本波的低点，我都跟你讲，10988会来啊，你有听到无？翻阅前面的 YouTube 视讯，那个都有留下证据的，对不对？那其实，在10606，我就已经知道会过1186的。这个来我三观教先修班的，我跟你讲，来我三观教先修班的，我都会教。很多人来我三观教先修班，哈，老师，你在前面就知道，在前面这一段你就知道高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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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已经讲完了。现在是Nasdaq 跟道琼在相对的所谓高档嘛，那苹果股价139，我在节目上就讲了，好，在89，我说139会来，139我就已经讲200会来，对不对？行进过程里面我就已经调整到苹果会到250，我不是现在讲的哦。为什么我会算呢？我会算呢，哈。那你想学这种短线的，好，短线的啊，我这只是单一技术，我还有其他技术分析，我不方便在节目上面教而已。好的，我当然是留给我自己的会员。那我跟各位讲哈，我会把你变高手啊，您就是低买高卖。好，那你可以参加赖族群哈，哦，赖族群会给各位什么东西？这我赖族群啊，趋势指标啊。然后呢，有什么东西我会给你什么东西？把酒不喝哈，来，今天在这里，我已经算到下周二的双关价，我已经算到下周二的三关价。我已经算到下周二是扣底转折，就比讲昨天在这里，我跟各位讲，昨天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就跟各位讲，今天是扣10793低，所以它会涨嘛。那下礼拜一、下礼拜二还是扣底转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压回还是一样要占买方啊。然后我会给各位1000多档，1600档，我会给各位。低档出量股，好，怎么看？来，看这里 ，look at here。我们选出来，就大概就是这几档哈，1000多档选出来，就这几档哈。亚德克，我之前在低档跟各位讲，我这里就已经跟各位讲过了，你参加赖族群。好，然后每天给各位三档。昨天也是跟各位讲亚德克啊，今天涨停板呢、啊。好，然后呢，看这一档奇力新。好，在高档的时候啊，你就要怎么去抓？那你都没看到这里哦，没看到吗？没看到吗？这叫奇力新2456奇力新。我都没看到，我就知道哦，原来高档是在这里，这里，然后下来回来，碰这里底下属于超点，你要占买方。然后我今嘛怕靠这机会哈，昨天跟各位讲了，今天涨5块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继续来啊，继续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看这一档叫阳明光。来，这样跌下来以后，来，各位们注意看这附近，在这里，
啊，你如果不懂，我再给各位一个东西。好，阳明光是从169跌下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大家都看坏嘛。那我没看到后面哦。哎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很多人听不懂呢，这叫双技术哎。哎，我现在在节目上面是用最简单的，我还有一些技术分析不方便在那边讲呢。那我算出来就全部知道低点跟高点在什么地方，这附近就是买点，这个叫做3504的阳明光。无人商店，好，那当然你有看这一档哈，3105稳茂，各位有没有看到137以下是超跌，最低来到124，好，那怕可做几何？重点在340的时候，我如果340告诉你这里会到，你相信吗？你不相信，对不对？啊，3504嘞，在高档的时候告诉你，这里会来，这里会来，169都告诉你，啊，这里会来，这里会来，你相信吗？这叫阳明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技术分析是事先做预算，不是事后了。3109。今天的亚光逆势跌，那你注意看喽，尾盘有人进去的哦。好，3019亚光，这附近都是买点哦。这瓶盖股哦，8086宏杰科，跟我妈都一样，这附近都是买点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。所以这就是特殊的一个说的技术分析了。那节目上我没办法跟各位讲那么多，哦，就比如讲。这一档叫合金6182，这里75，我没看到69到77温系耶，那跌到34到42这边是多底，砍了一半了以后是多底，来怕靠这个几何。就这样，好 ，OK。那我跟各位讲哈，认同我理念，想要低买高卖的，想要事先做预算的，都欢迎来找我。那我也跟各位讲哈，我可以带指数，但是金管会规定不能预告指数，但是我可以带会员做指数。那你如果想学，欢迎你。那我们9月29号有针对会员的，好，你是要单纯想要学技术，或是想要。参加会员，那参加会员我就直接免费送你9月29号的技术班，再加赠，好，我现在印的，好，加印的三关架秘技2.0版，好，也是一并送给你，好，那想要跟着我的就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，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好，赚钱在家学秘籍，今天全面给各位5折，指数个股高低转折点，短线波段都可以事先做预算，你就懂得低买高卖，好，摒除到你追涨杀跌的一个习惯。那我教你的都事先做预算的技术，非常的有用，那你一辈子受用。今日入会全面给各位5折，加赠9月29号的进阶预算技术班及三观价形态学秘籍2.0版一本，速拨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8月15中秋节，启发头部祝福全国投资朋友月圆人团圆，月满财更满。启发头部中秋感恩回馈特别推出圆满计划，让您春夏秋冬鬼泥化财库满满满。投顾界的领导品牌，启发投顾圆满计划专线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启发投顾启动财富成长，发现幸福人生。
想带家人出国旅游却难以实现，想为家人换车你却迟疑了，别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，让启发投顾协助爱家的你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。选择启发投顾，获利轻松入袋。致富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，启发投顾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。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，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好，那加权还有高档，那我已经跟各位讲10667的时候，跟各位讲10988一定会来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有看波啦，1186会过，这我在多久以前，在两三个礼拜以前我就知道了，我已经算到10667，同时我已经知道会过1186，啊会过哪里，会涨到哪里，我已经刚才已经讲了。哎，跨点息，我所以看我电视节目哈，其实看我电视节目其实要用点心呢、啊。了解吗？要用点心、哦、那一般的投顾节目，你就是每天就是在那边洗你脑袋，洗哦，他赚多少赚多少赚多少，那你就会被骗。加权指数是这里的高点跟低点，我就算了高点低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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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得懂吗？个股这里我就知道高点低点高点低点，连续算，连续的。这一两波那个不叫技术分析，那我说技术分析算出来一定是要数字非常明确，好，6456这是瓶盖股啊 ，GIS 啊，来，有人看好它吗？没有啊，谁会看好它？对不对？那这里，对不对？这里因为看坏嘛。啊，这里一堆人看好啊，300多块，很多人看好啊，啊，这里就不看好，哦，你这样是不对的，所以我们就事先做预算呢，哈，6182-2456-3105，对不对？3019-8086-3504，对不对？那每天给各位的。昨天给你的亚德克今天大涨、哦、那昨天给你的6285起基今天小涨，昨天给各位的齐力新大涨，对不对？那今天给各位的是什么？每天会给各位三档、哦、记住、哦、你看这种节目才有用、哦、来，齐力新继续，阳明光合金，齐力新、阳明光、合金，哦，1000多档，所以看我电视节目的好处就是，我选的都是低档股票，我不会在节目上面介绍涨很多的股票，了解吗？那这一些不管你做指数或个股，你的方式就是要事先做预算，低买高卖。那指数的空间，我每天预告给各位，好、哦、啊，哎、哦欸，这段期间下个礼拜我应该是每天都会预告了。那下下礼拜就不一定哦。那未来三官家的先修班，好，不是每个礼拜都有了。我已经告诉各位了哈。啊，希望应该这样讲啦。靠人不如靠自己啦。那靠自己就是我教你，你以后就靠自己就好。我可以把你变成为高手，不能替替啦。一般的技术分析做不到我这种样子。但是你相信我，我会教你。记住，你一辈子受用。今天入会的，好，免费加赠你下个礼拜六的三官价预算技术班啊。那在这里祝各位下礼拜二操盘顺利，中秋佳节愉快，谢谢各位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